大家好，我是时装设计师张鹏。在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之前，我是一名武术专业运动员。2003年曾荣获全国武术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一阴一阳谓之道，给予我未来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无限的创意灵感和启发。因为小的时候家里也是做服装贸易的生意，然后妈妈呢也是中国第一批的时装模特，从小耳濡目染的我，在2008年作为运动员退役之后，我也走向了 T 台，成为了一名模特。镁光灯下的舞台让我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毅然决然在2013年的时候成立了自己同名品牌詹鹏张。十年磨一剑，在各行业的同仁以及领导的呵护下，我2019年有幸成为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追求极致的人，所以在今年呢，我选择去巴黎游学，然后我也有幸报了 Chanel Lisa 这手工坊的高级刺绣课程，让我希望把未来的设计当中能把这种巴黎的这种传统的手工艺的元素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苏绣刺绣的元素相结合，能让他们焕发新生，有更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在巴黎游学期间，詹鹏张也在巴黎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竞拍展，同时呢，我们也筹备了巴黎工作室的事宜，为了进一步进军国际市场迈出了第一步。